2023年4月21日向导集体开始门户工作。传导 Steve Rother， 译者扬声传导。问候，亲爱的一们，我是新学家。今天我怀着如此自豪的心情来到你们身边，因为你们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你们可能在几年内看不到它，因为这是人类通常的工作方式。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穿越到了300年前的未来，来到了这里。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件，你们所有人都决定需要来这里。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你们现在有很多机会来持有这种新的光，反射它并将其接地。新的旋转，这是一个你们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刻。但你们并不是唯一一个体验这个门户的人，地球本身也在经历它，许多事情也开始与它一起发生。亲爱的一们，请记住这一点。就在不久前，我们告诉你们，地球即将迎来一个临界点，届时地球将达到80亿人口。这个星球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做，它还能为80亿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吗？它能扛得动吗？好吧，地球有几个它需要做出的选择。门户的开通实际上也为它创造了另一个机会，所以你们并不是唯一一个现在正在经历这种情况的人。2007年，我们开始谈论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谈到了地球失去平衡，并解释说，恢复地球自然平衡的方法之一是通过重新分配水。水的重新分配，这很简单，亲爱的一们。如果你们在这里摇晃，然后引入更多的水，你们可以平衡它。你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情况的结果。通过大规模的洪水或干旱将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当然，你们必须处理与水和人类经验有关的三个因素：水太多、水太少或水太脏。是的，未来淡水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到了即将发生的水资源战争，而且这些战争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地球的核心，也就是地球的心脏，主要由镍组成，这是一种非常致密和固体的物质。这很有趣，因为它也与太阳表面的温度有关。当然，那个时星球漂浮在岩浆池中。地球上的第一次摆动是由内核改变其与外层的关系引起的，因此地球的地幔或地壳每天24小时都在转动，四处移动，完成一个完整的回圈。然后你们得到了核心，它实际上比外部移动得更快，这导致了不同区域的不平衡或能量波动。虽然抖动并不严重，但肯定是某种原因引起了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水的重新分配正在重新平衡，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09年，内球似乎停止了移动。是的，在试图准确量化发生了什么以及量测结果是否正确的科学家中，有很多争论和沮丧。毕竟这是科学界做的最好的事情，他对事情提出质疑。因此，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人们进行了许多讨论。亲爱的一们，我们告诉你们，地球在继续移动，而中心的球移动得非常非常慢。这种运动产生了一种磁性，尽管与你们在行星表面看到的磁性不同。你们认为的磁北基本上是一个离地表很近的巨大磁性石头沉积物。这些矿床能够移动，它们是另一个岩浆场的一部分，这也会使岩浆场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有非常基本的磁能，所以现在要记住这个关于人类的概念。我们谈论的是大脑是电的，而心是磁的，这是地球的心，它肯定会发出能量。虽然你们不能总是用量测设备量测这些区域，但它确实会在你们的星球上产生一个能量场。上一次这种能量转移要追溯到2007年，然后在2009年，地球开始经历大规模的水再分配。尽管人们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能量，但它对地球本身的影响要大得多。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同，门户已经打开，内部核心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轻微移动，这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磁场，一个地球新的新能量。事实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这对人类来说非常令人困惑。地球门户，你们如何使用这个门户呢？你们怎么能把它打开？你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地球也在经历它，但这不仅仅是地球，还有它的居民，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地球上的一切都有这个门户。亲爱的，你们本质上是多元的，这个门户正在打开你们自己存在之间的多元之墙。这可以让你们提高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门户开放时提供特殊课程的原因。这些课程是对灵性的人文课程，从身体开始。随着门户的打开，你们现在有机会从你们的其他维度现实中获得东西，这些现实通常是关闭的。当涉及到你们的其他现实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完全的盲点。现在门户打开了，你们有机会重新获得其中的一些内容，并将自己提升到下一个水准。这不仅改善了你们的生活，而且还以一点点的增量提升了全人类。你们星球上的一些系统将很难应对这种震动的上升。那些建立在较低振动原理上的系统，或者为较低振动的人建立的系统，要么需要调整，要么就会失败。因此，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系统将面临困难。你们可以在银行业看到这种情况，在不同的领域，你们会看到一些你们甚至不知道的漏洞。这会是一场彻底的金融崩溃吗？不，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你们可能很早就发现了它，能够在它传播之前封锁它。所有这些都与人类的内容和能量有关，这与人类的想法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害怕什么有关。我们也在与你们的身体合作，帮助鼓励你们达到下一个水准，并开始尽可能改善生活的任何方面。你们能做什么呢？当你们保持能量并努力改善你们的生活时，你们不仅改变了你们的生活，而且还播下了重要的种子。是的，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还有其他系统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较低的振动中的，比如关系。有些关系似乎会自然而然地分开，而另一些已经分开的关系可能会再次走到一起。当你们提升人类的集体振动时，你们也让地球更容易将它的新能量根植于地，然后它可以找到它需要的东西，让所有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为人类共同工作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亲爱的伊们，这是一个在地球上的难以置信的时刻。有了这种奇妙的联系，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更多的完美。然而，我们也告诉你们，这可能会产生一些恐惧。快速的振动变化通常会引起恐惧，但这可以用爱来克服。如果有些人陷入恐惧，作为有意识的创造者，你们可以在门户打开的时候，创造更多你们加塞头和心之间的东西。所以我们问你们，你们能拥有多少爱？在你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们能体验到多少爱？这就是保持门户打开的原因。用爱来对抗恐惧会改变一切。你们可以开始新的游戏。感谢你们拿回你们的力量。在地球上放弃你们的力量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能做的最舒服的事情之一。你们说，哦，我不必担心这个，因为别人在照顾他。事实上，你们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S. Powell 一词承认了这一点，其含义是感谢你们掌握自己的力量。这就是魔法发生的时候，不仅对你们，对整个地球都是如此。时间到了，亲爱的伊们，你们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了出色的准备。你们在某种程度上都知道它，你们是家庭成员。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签订了引进这些东西的契约，现在正在进行中。你们成功了，欢迎回家。现在，我们将要求你们连接到你们的另一个维度的自我。你们已经有了我们要求你们建立三位一体的基地。事实上，无论是3个人还是4个人都没有什么区别。建立一个你们信任的三位一体。 他们将帮助你们标记你们的进化。身体本身总是根据社会规范来衡量它的成长。亲爱的伊们，改变就在眼前，而人类并不总是能很好的改变。但这是不同的，因为你们一直都是完美的存在。是的，你们是一个完美的灵魂，但因为人类无法在地球上支持完美，你们把它藏在了11个维度。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恢复一些完美了。然而，这意味着你们必须改变你们的一些信仰体系，并对新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你们必须愿意采取这些步骤，并尝试新事物。时间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亲爱的伊们，你们的联系就在这里。你们有目的地创造了它。 做得很好 ，S. Powell， 我是新学家。问候，亲爱的伊们，我是梅林。梅林的女性形象，你们所拥有的魔力远远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范围。现在这个门户已经打开，你们有机会与你们的魔法联系起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你们怎么处理这个。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现在就在这里。当这件事发生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问题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它？正如守护者所提到的，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这里等待空间。即使只是保持这种能量，也会创造出一个坚实的基础，种子可以从中生长。 并获得所需的所有滋养。你们的11个维度，你们现在正在打开其他维度之间的门户。你们有11个维度或者12个维度，包括将你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更高的自我。在不同的层次和环境中，你们是同一个灵性。你们故意设定了其中的许多。 这样，你们的灵性就可以有不同的体验。你们在每个维度都隐藏着你们完美的部分。亲爱的伊们，不完美很重要。即使你们认为美丽的东西也是完美的不完美。你们不需要处理你们的其他维度，现在它们开始打开了。对于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向前迈进的绝佳机会，但大多数人在被启动之前不会进入其中。 一个人是如何被启动的？你们可以参加课程，或者和其他光之工作者一起被启动，或者你们也可以在冥想中通过与自己的更高自我对话来做到这一点。允许自己与其他自我联系和融合，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然后表现得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造物主的身体套装。 你们的身体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穿着舒适。你们现在打开了很多可能性，但大多数人会觉得太多了，我无法应付，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亲爱的伊们，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迈出这一步。从长远来看，你们不需要担心你们会在哪里结束。启动自己，敢于允许自己前进。你们总是以某种管道衡量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身体的作用之一。它很自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后通过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来验证它。好吧，允许自己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敢于与众不同，不适应一些社会规范，允许自己听到新的东西并向前迈进。你们正在接收刚刚打开的新频道，但你们没有完全听到它们，因为你们还没有适应它们。允许自己犯错误，因为这是人类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奇妙的造物主，大胆超越常规，让它变得特别。敢于把你们的能量放在那里，成为疗愈师或老师，或者简单的保持能量。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快乐所在的话，亲爱的一们，现实是，无论你们现在做什么，你们都会在身后留下一条光明的轨迹，然后其他人可以跟随这条线索。这是巨大的。当你们在生活中行走时，你们会以不同的管道将你们的光接地，这会给其他人留下线索。如果你们更进一步，成为一名老师，你们就敢于把你们的资讯放在那里，让其他人以更传统的管道找到。心性之光。是的，现在你们正在进步，你们会感受到身后刚刚打开的门户的重量，给你们信心和能量向前迈进。所以，敢于尝试新事物。尽管你们以前可能从未认为自己是一名疗愈师，但你们可能会为身体不适或有情绪困难的人找到答案。他所需要的只是能够看到大局，引导他，然后说出它。亲爱的一们，把光接地，请记住不同层次的联系与多元性的说明。那些与你们直接面对面的人，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你们相反。事情就是这样正常运转的。例如，也许你们是一名工程师，你们真的很擅长这里的科技，但是在你们对面的11维度圈子里，这个人可能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手机。你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作为一个地球上的灵魂获得各种各样的体验。是的，你们是这样设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有了这个门户，你们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不，这意味着他们会突然有洞察力和做事的机会。他们不会再害怕了，因为突然之间，他们以前不舒服的事情现在开始为他们工作了，有时甚至可能是极端的。然而，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走到这些极端，相反，他们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倾斜。现在这个门户已经打开，功能是无穷无尽的。首先要做的是允许自己进入其中。女性能量。这个门户也为女性能量以一种新的管道扎根并形成一个基础，开辟了可能性。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至少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准。亲爱的一们，这不是比赛。地球上的男性也需要携带女性的能量，他们只需要携带更多的能量。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极端的同理心，你们总是吸收别人的能量。有时你们知道能量是什么，你们可以在工作中实际使用它，但其他时候它会妨碍你们。当门户打开时，你们也会对你们的其他维度产生共鸣。信念系统。有了这种移情的能量，你们会感受到和听到更多的事情，你们会得到新的想法，尽管有时他们会与你们已经相信的相反。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将改变你们的信仰体系？不，这只是意味着你们会接受它。没有人试图改变你们，你们所做的只是完善自己。有时这意味着要放弃那些把你们束缚在某个地方的信仰体系。围绕你们的信仰的体系通常会把人们引向非常尴尬的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不能有信仰。当你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多坚定的信念。当你们有一个信仰体系时，这意味着如果你们相信这个，那么你们也相信那个。只要有一个信念，因为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清理你们的田地，亲爱的一们，找到你们的三位一体，允许你们自己进入这个门户，然后开始将光和能量接地。当你们有新的想法时，把它们写下来或制作一个视频，这样你们就可以与人们分享。光会很快到来，所以要准备好把它接地。你们的目的是把它带进来，并以某种管道把它接地气，然后你们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建造、使用它。你们可以在身后留下美丽的光之路。你们工作了很长时间才在此时此刻来到这里，亲爱的伊们，我们看到来自家乡的光在你们的眼睛里，真是太神奇了。把它带到其他人身上，看看当你们让别人微笑时会发生什么。突然间你们就能感觉到家了。当你们开始融入自己的其他部分时，你们会比以前更接近完美。现在你们开始进化，伪装成人类的整个游戏。地球也在进化，所以你们会看到地球的变化。大多数挑战都是为了使地球退化，但现在随着核心能量的逆转，它能够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更高的爱。地球上有了爱和磁性的新基础，所以要挖掘它，找到希望并抓住它。从你们在这里的每一刻都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不要担心你们做的是否正确，或者即使你们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对。亲爱的伊们，你们在这里，你们正在做这件事，你们已经听到了这些资讯，并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了它们。所以就让它站出来吧。当你们抓住其中一个新想法时，就称之为你们自己的想法。如果它能与你们的灵性产生共鸣，就把它扎根并与其他人分享。有意识地离开那条光的轨迹，你们会看到魔法开始以许多不同的管道展开。时间到了，亲爱的，它已经开始了。门户是开放的，但它会一直开放吗？这取决于你们。你们能承受多少爱？你们能拥有你们那美丽的生命多少？亲爱的伊们，我怀着最大的荣誉，请你们互相尊重，抓住每一个机会，互相培养，在创造这个美丽的新游戏时一起玩。他在这里，你们也在这里，干得好！我是梅林，梅林的女性能量。欢迎回家，亲爱的伊们，我非常爱你们。如果你们有机会，找个时间来看我，S. Powell。